然后一进去看到翡翠大剑，我就说哇，那翡翠大剑真是高手啊！然后往后要看一下第一闪是怎样，按下往去力竭，刀才刚拔出来就被撞死了。黑龙妈的打法也是这样吗？还是是要跟他真玩真的？黑龙妈正常打，不干黑龙妈正常打，黑龙妈可以正常打。那你觉得黑龙妈会跟你搞笑吗？你是玩上瘾了是不是？妈，你是我想一闪杀小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还在想啊，黑龙妈如果要一闪的话，那是什么状况呢？黑龙妈要怎么一闪啊，九姐啊？脸猫了，对啊，等下彩虹你怎么了？你用什么在打？桃姐吗？哦，彩虹啊，绝体全面不是这样玩的、啊。中中很难啊，哎，还好我有那个最大的超级音符在。嗯，没有啦，我说最大的超级音符，还好还有。最大超级就超级，还有最大最小、啊。我喜欢放的，我喜欢它最大、啊不是大鸡跟高鸡一起带啊？对吧、啊？啊，要一起带会一起发动吗？苹果那边可能还有最低护护符吧。爹、啊，你不知道？哎、欸，干林你啊！我损失了好多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不用干林你啊！我只能打三场，然后我问了没人理我，我只带大鸡运气，其中还有两场忘记带。悲剧。结果总共只有一场有发动到大机运 ，OK 了，至少也不是你至少不是你不是你至少不是带大机运，然后出来是没有效果这样子。还好啦，反正你在。